就等于那种老皮不必讲，就那种鬼头像啊。过来我还去什么嘛？路人红头那单嘛嘛，就那特特，其实你都冇买那几片的，红土冇晒。就去特特，可咋咋特像的呢？我冇晒的呢？我把你那一百钱嘛呢？你赔啥子啊？我那街坊经理进那片啊，特意我经老婆还都不多行的。Oh,